有的艺人明明长着偶像的颜值，偏还要操着班主任的心。1月4号，网上爆出老干部霍建华又在机场教育粉丝了。一位粉丝妹子在摆渡车上坐在了老幼病残的位置上，被老干部发现，耐心教育了一番。要不然是我们这个对吧？你是有事吗？你有吗？要不让人家坐？没有人坐呀。没有人坐，你得让。好吧。看完姥姥觉得老霍还真是不容易啊，当着艺人的命，还操着教导主任的心。难怪影响中国杰出人物这种正能量奖项都会颁给他。而粉丝们看到老干部又在教育粉丝，也是立马排队集体接受教育。居委会的霍主任，教育粉丝永远是头号日程。霍华哥正能量真是爆棚，想被熏一小时是怎么回事？某国道新闻听多了华哥的训导，感觉整个人的品行道德都得到了升华呢。报道。